澳门科技大学目前设有文、理、法、管、商、医、药、艺术、传播、语言等等多个学科门类，可颁授博士、硕士、学士学位。商学院在目前学生规模最大、学科最全面、应用性最强的学院，在全英文教学、培养国际化视野的理念底下，学生能够迅速融入国际化的竞争环境。其中会计课程更得到英国特许会计师工会、英国特许管理会计师工会和澳洲会计师工会等国际行业认证机构的认可，为学生就业和升学创造机会。酒店与旅游管理学院坐拥世界独一无二的款待实务环境，校园的周围是国际星级酒店、餐饮品牌、世界著名消费品牌、文化艺术品牌汇聚，学生可以体验学习到最新颖、最实用的世界级休闲和服务产业的管理经验。国际旅游管理学士和硕士课程双双获得世界旅游组织 CEQUAL 优质旅游教育认证。人民艺术学院是澳门目前设计艺术课程层次最高的学院，可授予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还设有新闻传播课程，培育有创意、应用性强、高质素的综合性人才。学院会经常聘请著名专家学者和业内知名人士为学生授课，设有多个实验室，为学生提供最多的实践学习机会。法学院课程填补澳门法律中文教育与推广的空白，以国际法与民商法为特色，其中仲裁与争议研究中心更是澳门法律研究之首创。资讯科技学院对计数机、图形图像、软件开发、通讯科技进行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组成精英班教学，令到学生具有强劲的实践和研究能力。中医药学院是目前澳门唯一拥有完整的中医药高等教育课程体系的机构，提升澳门中医药水平，推动澳门和内地中医药多元化发展，亦都是澳门和内地中医药教研合作的重要基地，设有科大医院作为临床教学支援，同时拥有多个设备齐全、仪器先进的实验室。学院亦都同国内多间著名中医药高等学府长期合作，为学生提供优良的临床实习和临床研究基地。健康科学学院着重培养跨学科的医疗和健康应用人才，设有医疗及卫生持续培训中心和专业医疗发展中心，为医生、护士和医疗卫生工作者提供专业技能培训，提升澳门医疗服务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国际学院推行现金复合性人才培训模式，设置两种外语加专业的组合教育模式。学院积极为学生搭建出国交流学习和实习平台，同20多间世界知名高校签订合作协议，为在校学生提供长期的交换生项目。持续教育学院为目前澳门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历持续教育机构，引入澳科大各学院热门课程，配以弹性上课兼读的学习模式，为在职的人士开拓终身学习机会。